大家好 ，ST 到，今次就介绍 Tomica 博览，即系 fan model 啦嘅17号啦，系啦，咁就睇明啲日文啦，四围都系讲呢架嘢啦，唔知讲咩，TEM 咁样，因为水货啦，所以就冇晚信嗰个贴纸啊，我开嚟睇下啦，都搞咗几耐先买到。因为架车几肥下，压到个黑服晒，咁就系架拉面车咁嘅嘢，系啦，咁啊 ，Tomica 包红色同白色噶嘛，大部分车都系呢只色噶啦，尤其系啲货车，咁啊，今次就嚟架咩 4van 咁啦，啲农夫车嘅壳97号壳啦，咁就将个背后面呢个兜兜就变咗做成个拉面。车嘅背包啊，我唔知道叫咩屋仔咁样嘅嘢，因为唔知个厨师喺边嘅，完全唔觉得有位俾个厨师企咯。OK， 点入去啊？真系你完全冇位爬到入去嘅喎。睇下个厨师自己先知啊，劲骑嚟喎。咁啊 ，Tomica 唔知乜鬼嘢啦，可能拉面嗰啲嘢啩 ，Tomica 薄啦 ，Tomica 薄啦，咁嘅 T 近嘅样。再加啲花紋咁啦，好似拉面嗰啲咩花紋啦。咁啊 ，Tomica 嗰啲嘢啦，唔識睇啊，真係呢個嘢 T 近啦。咁竟然今次係冇講係 Tomica and Fan Model 啊，冇 TEM 嘅字眼，咁可能呢一個係啩，我唔清楚啦。係啦，竟然冇英文喎，可能今次日本車咁啊，唔整啦。咁啊，功能就只系避震啦，同类车壳就应该都唔少喎。依家收藏，但系搵翻出嚟就有啲困难嘅。睇先，我有三架同类车壳啦，有最原装嘅 ，ouch， 97号白色农夫车，系啦，就将个兜兜变咗呢个啦，系啦，骑车头一样啊，真系。咁啊，仲有咧，就系依家好似仲有得买嘅54号汉堡包车，咁啊都系换咗个兜，都系换咗个兜做个包，依家又将个包换成呢、這个呢个拉面车嘅屋仔咁嘢啦。咁仲有个 Tomica Shop 版啦，我系啦，咁啊一个高啲嘅汉堡包啦，系啦，咁就更加似啦，完全红当当啦。系啦，咁啊，全部都系得个避震嘅啫，系啦，都系得个样咁滞嘅啦。好，今次架车介绍就嚟到呢度，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